你女儿。嘿嘿，骂屁呀、啊！可以呀、啊，一定过了。很烦呢、欸，稳你住，是在水桶，考我？敢不给我水桶呢？啊，雨伞可以。外面不给水桶，给我水桶就过了，你知道吗？应该吧。可以吗？有短猴在这边。好，那自己过来吧，我很懒得过去。先清个小怪呢。哎、欸，我没捡到蛋。不是要先夺得先机那种感觉吗？不管，我功能就是清小怪。那该开水柱把那个什么垃圾桶打翻。我们觉得我的力 R 键有点故障啊，有时候会自己放开，就不是连射嘛，射一射它就不射了，是三小。耍我是不是？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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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干嘛你干嘛？尊重哦。尊重哦，快把它打穿啊！明娜三，嗨嗨嗨，过了过了，其实保命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要继续加点分数也是，我也没意见，但是要火。重点就是火。超累哥的啊，这个主机没事吧？那 我等一下直接烧起来啊，我的 Switch。那我死掉了，烧起来是啥？就是它没办法负荷啊，然后过热，然后烧起来。他会被骂吧？是吧？玩鸡蛋大作战玩到主机烧起来，可以哦。可是他们自己在玩的时候，应该都测试过了吧？希望咯。没长草哎，旅游，我是泡泡村。水桶，水桶。好后台。回去。有没有？他没出那个水道，我就让他死了。哎，另一边有蛇。这可能要靠你们的蛇。哎，蛇不能打穿的。一样要打他后面了。他可以穿，但是一样要打他后面那一个。是他的盾牌也是可以穿。可以啊，他那个头，但是有点没有那个效率。哎、欸，有两个垃圾桶，有人可以帮我掩护吗？哎、欸，干，我快被淋死了。哇，人快死了！不要不要，尊重尊重。回来回来回来。哦，回来回来。哎、欸，保命啊，跟刚刚一样。过了。不一定要捡蛋啊，如果你要捡也是可以的，反正现在任务就是生存。为什么一直来垃圾桶啊？哦，还好我这一场都是秒杀的。干嘛呢？可以啊，没网了，所以下一场再给我水桶嘛。可以哦，爆爆枪了啦！哦，雨伞也可以啦。有水桶，水桶。哎、欸，水桶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可是天黑了，这个水桶不适用啊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集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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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没有发光的要捡蛋哦。没有发光要想办法送蛋进去。现在是我在发光耶。你是。我们是要走在这条路就好，还是要？对，尽量集中。
哎，换我发光，哎，换他。如果真的 hold 不住了，你的大绝是什么？空中飞刃吗？对住啊。哦，那就看着办吧，抓时机。哎、欸，你不要送他，你不要，你发光。哦，对不起。你想办法游回来哦。好，我们现在不能动。哎、欸，我发光，我被挤下去。我要想办法游回去呢，这有点难。好、欸，这时候可以送弹。我们想办法送弹。开得好，开得好，你可以再开，你再开。你再回去看位置开。这个位置好。嘿，对，因为我们要送弹。过来。水哦。是不是可以嘛？终于破百了。哇塞，大家都很平均啊。干，差就差40几，差一场。看这假的。